郭敬明自编自导的《小时代》将于六月二十七日上映，而在五月二十号，微博热传一组恶搞《小时代》的剧照，四大主演均以优美的姿势躺在床上，而搞笑的是，居然有一张是韩寒,寒的，半裸着上身躺在床上，姿势优美。此微博一发，网友纷纷拉韩寒,寒说事了。 其中有网友留言称：“最后一张裸照无法直视，淫荡的笑容。”随后，郭敬明也在同一天的二十一点三十五分转发微博，并自嘲称：“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。”主演杨幂转发并回应称：“听说老天一直要你等，是因为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。你看那北方的雾气埋住了人，所以在这里送上我最真诚的爱的供养。”网友称该回复意味深长。郭敬明和韩寒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网友讨论，就连他们自己也经常在微博上不时互掐，营造话题。有报道称。 称之前韩寒重回微博引起众人围观，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他关注了哪些人。网友发现他的关注人中有郭敬明，但郭敬明却对此迟迟没有半点反应。而韩寒耐不住了，竟然在微博中抱怨郭敬明居然不关注他。也有在方寒论战期间，韩寒就称如果世界上只剩方舟子和郭敬明，他愿意选择和郭敬明生活。而郭敬明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为韩寒支招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